阴你啊，起歪嘞！哦，啊！那在影片开始前呢，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为什么这样要选哈登呢？不太懂。我 AD 没有突破啊 ，AD 没图超烂的，反正连一图都没有，根本玩不了。Taking the court one after another. The game is about to start. This match will be broadcast live via Mibo TV. 是吧？队友不会踩着鸡了，因为我是一定要登顶，不然我不可能会有篮板。但我如果纯登顶，我怕队友不会踩。完了，不会踩。啊，西吧！为什么可以踩这么内呀、啊？Doncic is a court magician. That's a three-pointer. Never leave Jokic that open. He's caught up with the other team. Adebayo, screen. 我只能挂机在这里。Chance for a three-pointer.我不挂机是绝对没有板的。What an accurate pass from James Harden. No defenders on him. Three pointer. 我被坐牢了、啊，只有会踩啊，可是我踩完我会没板啊。我是一定踩得住的啊。可是我踩了没板，等于是有踩跟没踩一样，因为他走好被顶进了。老哥，你要不要去 YT 查一下怎么守汤普森啊？你也太夸张了吧！不要贴那么近啊，妹妹，很痛苦啊！就是他妈傻小，靠腰，不要贴那么近去踩他啦，妹妹，靠腰，你们两个单踩，两个踩一个有这么难哦？你们两个踩他一个就好了，我一个可以守两个啦。中了小了，连狐狸妖都要守，怎样？你们两个一起去守，我就只有这个要求，踩到就好。我没有要求你们两个很多，你们两个一起去踩，我一个守两个就好。不要去理狐狸妖 ，OK？ 啊！他投两分就给他，你们两个不要漏三分就好，追得回来，踩到就好。他妈的，是箭出，不是他们两个只要踩他，我们就领先三分，我们是会输是不是啊？你们两个就一起踩就好了，其他我来守。就跟你说不用理我，你们守两个，你们两个守一个就好了。我真的没有要求很多，我这要求有很过分吗？
Thompson with the catch and shoot. 啊，你们两个就守他就好了，真的没要求很多，就这样而已，真的。Jokic creates space and passes to an open teammate. Close to the rim. Another shot. They need more defense under the rim. 两个守一个，拜托，其他我守，不要搞。Nice screen. Drives in.两分就给他，不用理，不用理，你不要再来守胡里奥了，这两个守一个就好。下一球胡里奥不会进啊，不用理他。不要理胡里奥，拜托我求你了，我讲过好几次了，他这球不会进，两个守一个就好，我就只有这点要求。阴你啊，起麦嘞哦！啊！这两个人到底想怎样啊？干你娘啦，三小啊，我的要求有很过分吗？欸，这两只很快吧，二台一欸，不是胡里奥就是二中一啊，我们两只三分角，他们是能全防哦，我们就领先三分啊，是不是他们投两分啊，我跟着打两分，永远就差三分，我刚是不是有在单打啊，请问我们会输吗？你们懂我的逻辑吗？我们已经赢三分了，他们只要踩住就好了，那是不是自然而然我只要一直能单打他，两分两分两分打，他们永远拉不开分数啊！只要一球他们踩到，被我抢篮板，那是不是就鸡了？干你娘嘞，三小啊！不是吧，不是吧，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ystemB 或花之丸。